姐，哎，不急，不回来没有啊？没有。还没有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我看到他去 KTV 了，啊，居然搂着一个女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摸，这里摸，全身的你要摸完了，真的是。不会吧？你姐夫不是这样的人呐，啊？你不信我呀？你看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你还说我今天把证据都给带回来了，我就怕你不相信我。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我上那个套装啊，你没看到吧？平时我都不穿这种衣服的，他昨天居然买给了那个女的，我肯定不服气了，为什么要买衣服给人家？我就一把给他扯过来，今天穿在我身上真的还蛮适合的。你看我肚子都这么大，170呢，一提起来全能遮住，还是这种阔腿裤的版型，又有弹力，把我这个小短腿啊穿得又长又细的。还别说，平时像外面这种太裤棉的料子啊，起码得要500-600吧。他说他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买的，才200来块钱，眼光还不错哟。确实还不错哦。我啥时候去 KTV 了？你不要乱说呀。昨天我明明就看到你了，你别不承认。姐，你要信我，我跟你说，你别信他。哎，你是不是来卖套装的呀？